又爆雷了，这个雷太大了。姐老板的公司中植集团负债总额已达 3.72 万亿。中植集团创始人姐志坤是毛阿敏老公，但在2021年12月18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因为这次的爆雷体量比恒大还多出 1.14 万亿。恒大只是伤害的都是建筑工程公司和购房者，而中植这次受害者全部是一群金融领域的精英。据说已经有15万名投资者血本无归，中植集团的债务违约事件在金融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次事件让大家既是意外又是震惊，究竟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就让国内最大规模的财富管理公司翻船？中植集团现在的状况已经是全面暂停了债务兑付，这15万的投资者可能面临血本无归的阵地，最少300万，最多50亿，真的是没有想到，这群玩金融的聪明人这次也全部栽了跟头。中植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矿产、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可以想象他们的下游也有无数的建筑公司和供应商，但是据说目前大部分的债务都和娱乐圈有关，这次事件必将对中国金融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要知道金融行业是皇冠行业，都出现了如此艰难的局面，可想而知，咱们其他各行各业接下来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接下来大家都要稳扎稳打。我可能活不下去了，因为我刚失业了，刚刚办完离职手续，北漂12年，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都说2023年会很难，各个公司都在裁人，最终我也没能逃得过失业。早上我还是正常早起，坐公交车跨省上班，午饭也是正常点外卖，下午老板突然召集大家开会，没错，工作就到今天，大家探讨接下来的打算。因为有两个男同事40岁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压在35岁的线上，还有一个女同事刚刚领证结婚，还没要小孩，意思就是大家找工作都是各有各的难。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房租、水电、吃喝拉撒，还有分期的信用卡。我每个月固定花销大概8000块钱，还不算突如其来的就医。活着的每一天都需要成本，没有了收入来源，有点心慌。人到中年，没结婚没孩子，虽然会说没有孩子的开销就会省了一大笔，但是也不是两个人共同抵御风险。近几年就业环境很差，这两年北京有上百万家公司倒闭，特别是卡在35岁这个坎，高不成低不就。北漂被裁员就好像是将你打入谷底，知道即将失业就开始投简历找工作，但是目前都杳无音信。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知道被裁员的那一刻，我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我妈担心，但我更怕她叨叨我。如果听她的，早点考个公务员该有多好。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正在经历失业，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加油挺过去。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啊，香港正式痛失亚洲金融中心首位的宝座，新加坡则逆势赶超，成为新的亚洲金融中心之首啊。曾经的纽伦港现在变成了纽伦新啊。根据最新的英国 J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双节前联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位居全球第四位，第一、第二、第三位分别为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看到这个数据啊，大家是不是很诧异啊？估计应该和我一样也是比较失落的，毕竟香港一直都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啊，纽伦港深入人心，响当当啊，而现在只能退居第四位了，让位给了隔壁的新加坡，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真的比较失落。不过这一结果啊，也是意料之中，因为看近期香港的金融发展态势就清楚了。金融中心的核心港交所的恒生指数已经连跌了4年了，连着4年4根阴线，跌去了多少股民的心啊！遍地仙股横行，2600多只上市公司，每天成交量竟只有1000亿港币左右，且绝大部分成交量集中在前100的个股，绝大部分个股基本已经失去了流动性。另外，港交所今年上半年仅融资23亿美金啊，在全球交易所排名第6了。所以说，香港这几年的发展乏力，让其丢掉亚洲金融中心宝座的结局啊，其实也是情理之中了。那为什么新加坡能这么后来居上，并且一步步紧追，并最终一举超越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首位的原因是什么？个人认为啊，主要有2点。第一啊，地缘政治的冲突与选择。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为主的独立的政治经济体，随着欧美与中国经济、贸易、科技等方面冲突不断增加之际啊，
新加坡顺势成为欧美拉拢扶持的一个对象，而香港则由前期的支持转向成为被打压排挤。因此，新加坡和香港在欧美心目中地位的互换，必然就会造成新加坡的一步步崛起啊。第二，经济发展强劲，其实这一点与第一点是分不开的，就是因为欧美的有意扶持，资源的不断倾斜啊，导致新加坡这两年的经济增速啊异常凶猛。2020年新加坡的 GDP 为3484亿美元，2021年达到了4238亿美元，增速达到了惊人的 21.6% 啊。2022年 GDP 为4668亿美元，增速也达到了 10.1%。这相当于这几年经济的发展速度平均超过了两位数啊，这很不可思议啊。而香港2020年至2022年的 GDP 分别为3449亿美元、3689亿美元、3598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得出啊，香港这几年经济基本没怎么增长，可以说是原地踏步。而新加坡呢，增长十分凶猛，增速超过了两位数。所以说这两者数据放在一起一对比，明显可以看得出啊，2020年香港和新加坡都在同一起步线上，而到了2022年，新加坡与香港的差距啊已经不是一点了。经济的增长强劲对于外资、人才等各方面的资源的虹吸效应是非常强的，所以不少外资和高精尖的人才都被吸引了过去，这又使得新加坡成就了多个亚洲第一啊。经济自由度、人才吸引度、居民富有程度、创新能力等都是为了亚洲第一啊。据统计呢，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将跌破800万。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概念，觉得800万已经很多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是，这个数字啊已经是建国以来的最低值了。还有人觉得人口少了是好事儿，但是你不知道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影响到每一个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妇产医院可能要面临倒闭，因为呢平均下来每个院只有7名新生，连发工资都不够，最终呢导致跟妇产科相关的产业也要面临倒闭，员工失业。其次就是大量的学校面临倒闭，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招不到孩子了。有人说我这里的幼儿园都招满了，那是因为啊你只看到招满的，没有看到倒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未来5年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面临倒闭，学校周边的餐饮行业倒闭，老师也将面临失业，那些师范类的大学生啊毕业即失业。第三，大量的婴幼儿产业将面临衰退乃至消亡，那么产生的失业人员会有多少呢？我国呢将逐步进入到老年化的社会，按照这个情况一直下去，那么30年后我们的人口直接腰斩，变成5.7亿。到那时，那些之前和人口红利捆绑极其密切的行业将何去何从呢？人口消失，空了那么多的房子要怎么办呢？你还完了30年的房贷之后，房价会怎么样呢？还有，我国的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制，就是现在交保险的人的钱是给现在领退休金的人。目前是交保险的年轻人多，领退休金的人少，那到这批人退休的时候年轻人不足了，导致养老金不足，到那个时候还能够领多少退休金呢？那只有延长退休时间，活到老干到老。大家要好好想一想了，现在是出生人口不足，结婚率也暴跌。以前呢每年的520结婚登记凌晨就开始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但是今年呢民政局门口罗雀，甚至离婚的人都比结婚的人多。江苏结婚登记率是暴跌了 25.6%， 福建暴跌 30%， 湖北 46.6%， 贵州 53%， 湖南 74%， 是一个比一个厉害，都接近退市了。今年七夕，某个民政局就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他想直播一下领证的人，见证一下他们甜蜜的爱情，没想到直播一天没有一个人来领证。那面对这样的局面，你觉得出生人口少是好事吗？